哎呀，奇怪呢，怎么小号打一打，本来都在随机选角的啊，怎么随便打一打赚一啦？难道说挡都挡不住吗？有实力的人就是如此的挡都挡不住吗？这人怎么还没进场就在靠背了？你双人剑都出来了 ，AD， 你不跟我换了？你不跟我换，我要去 BD 喽！我用胖娘 BD， 你不跟我换，我要 BD 喽！反正最近我觉得出海妖的都很强，我玩胖娘上路也出海妖，哪个不好破？这边什么垃圾阵容啊？什么啊？我们什么垃圾阵容啊？怎么我们一堆 AD 啊？一二三，三个 AD 加一个 E 大师，好他妈废啊！干嘛啦？有毛病啊？你想拉谁？啊？他想拉谁？啊？放小，要能点 W 哦。丹力安安，生日蛋，我过十二点才看到你开台，可以补助我生日快乐。歪豆，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下去喽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，一边单杀一边祝人生日快乐，哎，轻轻松松啊，我们的实力不在这，这种赚一场有这个实力差距是很正常的。再唱一首生日快乐歌，等一下我要单杀他的专场，为什么没闪到，没闪到，有点可惜。没事，他中了，他闪的时间不错。这样讲，我刚觉得他闪现，我在闪跟闪就好，但是就是存在一点侥幸心理了。应该我要无条件直接闪现的。被拉都跳走就行，等我们先拿到海妖就直接吊打他。他没闪了，我随便玩。来喽。他没闪，我随便玩啊！我说了，中单一直送，但正常啊。玩个达瑞文，中度就是来送的，你也不要要求他做什么。哎，我就知道，我们只要时间算好就会这样、啊。他拉了我，我还是要走。没想到我的伤害这么高吗？直接送你下去啊！啊，干嘛？小丑吗？开大绝，开闪现把我抓回去，然后我跳走。他小丑哎、欸，他好像是小丑哎、欸。啊！我也是小丑。靠杯啦，怎么有奈德利啊？在哭是不是啊？怎么有奈德利啊？我的喽，赛特。看、啊，怎么又是这种死法？怎么又是这种死法？就我单杀完人。准备要爽一波的时候，他们奈德利又出现了。哎、欸，其他人做点事吧。哎、欸，什么
说换叔叔被迷住，我已经迷住了，我已经迷住了。哎呀，好菜呀，这个 AD 巨菜呀，这群人。还是我们出孤儿战斧啊？我一直在想这件装要出个盾弓还是什么？盾弓很烂，你不觉得吗？五十 AD 看花小，哦，不如出孤儿战斧。OK 啊，这家暴拳王已经不是我们对手了，只要不要再发生天外飞来一笔的状况，我们一直单杀人操作啊，队友一直送，一堆 AD， 一堆 AD 在那边偷拔龙，下次为什么要在线呢、啊？玩的好菜啊！还是得靠哥。啊！好像没很痛啊，靠呗，好烂啊，卡洛斯，还以为你多牛逼。好久不见了，原来跑来 YT， 难怪图奇看不到你。靠北啊，那个那个陷阱差点把我陷死了，陷死了，哭是不是啊？国王老师已哭哭，差点我人就没了，没事，今天运气不错。直接开动。来喽！今天过得好吗？你今天过得好吗？等等哦，等等哦，别急哦，你要死喽！啊、哦，别急哦，蹦！跟你讲，我跟你们讲，这一版啊，最牛逼的装备呢，就是孤儿战斧跟手套。啊，所以我们不管玩什么角色都要出孤儿战斧跟手套，即使是个远程也不例外。被风筝了，进草啦，没在干嘛啦？孤儿你们。往前！你们好烂！没事，中秋节。的终于回台湾实现。我要去 BD 了，我要去 BD 了。我不会再理这群白痴了，继续跟你们混，我就是白痴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进入 BD 之路了。好，让我 BD 不好吗？对，我 BD 的速度堪称一绝，只要给我一波的机会。此时史丹利的心态发生了一点变化。干嘛啦？你看你这和 Zetig 的伤害，我根本不想理你啊！说实在的，现在我根本不想理你。那个 Belly Belly 和 Zetig Damage。又要一打二，直接送头。给我啊！有队友送啊！为什么明明就是一队在追我，就是队友在送啊！什么画面啊？
能全部去下路，全部去下路行不行？我们都开通逛街。这不是很好，现在直接顶级度根，没人守我的时候这样啊，只要他们有任何一刻不守我，这就是长这样、啊。这个孤儿炮娘啊，只要你们没有全部的人来守我，画面就是长这样子啊！你们都你懂为什么他们会全部的人来守我了吗？只要你们有任何一个 moment 啊没有来守我呢，这画面就是这么的无情。这个 BD 的画面就是这么的无情，把赛特打到跟白痴一样啊！然后你们在那边一直送啊，有但还是有啦，送的很慢啦，没有送过十次，送十五次已经够慢了，真的，送十五次已经够慢了。顶级 BD， 听我讲。这版本呢，不管你什么角色啊，你终究是要出个孤儿战斧。这孤儿战斧已经太强了，只要你是个上单呢，我认为人手必备一把孤儿战斧。啊，AP 角色除外了，他妈不要玩个凯能，给我出个孤儿战斧。难道说挡都挡不住吗？有实力的人就是如此的挡都挡不住吗？准备要爽一波的时候，他们奈德利又出现了，是吧？他小丑哎、欸，他好像是小丑哎、欸。